知道了。对，我这站车呢，我今天大家知道，今天我有拍 cosplay， no， 今天我们有去一个地方。好了，这个时间我们都已经这样来吧。今天刚好是 Space Time Asia 这边今天活动啊，今天来看一下。那这一次感谢 Speak Asia 他们举办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如果你想买他卡的，这边有他的 link， 下面呢会有他的 link 啊，说怎样去买，好，跟着我的 step。 好了，首先我们来到伟大谷歌，我们打 Speak Card 那边 OK and 就是这个 website 啦，我们 register， 打你自己的名字啊， username 也是打你喜欢的名字， email 如果没有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救你啊。Password 你要记得哦， confirm password 也是要 double confirm， 然后按 register 就可以了。好了，我们 register 好了， so 我们这边可以买东西了， so 这边有 Yu-Gi-Oh 还有 Digimon 样子， so 我先拿 Yu-Gi-Oh 啦， so 这边有的买东西，看你要哪一个，包括有限量哦，有时候他们会有 discount， 要看一下实际样子， so 我这边按下他有 store 看有多少个，然后写 end chart 看你要多少个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按 check out 或者 view chart， so 这边按 view chart 那边 OK， so 我们看到我们买的东西哦， so 我们会按 process to check out， 如果你假设不小心按错你可以按这个打叉就可以 cancel 一个， so 呢我们看一下 check out detail 那边，这个 detail 就是看你的email 啊， first name last name 啊，你的什么国家，你的物资什么门牌啊，这些你要写下去，还有电话号码。 OK， so 你就按这个 paste order， 最后你就 order complete 了，如果不懂啊没有关系，这边有一个 how to purchase， 那边按下去他就叫你怎样去买东西咯，怎样买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刚才跟你们讲哦，按好是你就要备用他的 account， 所以不用怕他不会 hack 你，也不会什么的，也不会咬你的，所以不用怕啦。 OK， 如果弄好是可能他会知道你的 order number， 他会给你一个 order number， 你可以通知他电话码都可以，所以很容易对吧。好了，影片到位了，如果你创业做机超级有什么用的话，记得按 like 我看，如果你想要进来的话记得按小铃，以及上方孔明给我这些放心，这个都放手柄，如果是你跟林北讲啦，我就跟他斗卡就可以了，没有开玩笑。好了，再问一下 Charles。